坚持带饭上班，第17天，共计花费18米。今天准备做爆炒牛肉卷，手撕包菜，牛肉切条，这肉质还不错哈。再切丁，来腌制一下。不要紧，生抽、黑胡椒粉，来点油，锁住水分，一点点蚝油，一点淀粉，抓拌均匀，腌制十分钟。锅内倒油，下牛肉，翻炒至变色又成熟，下蒜末、青椒、小红椒，加一点生抽，一点蚝油，再来一点黑胡椒粉，翻炒均匀。最后起锅前，再来点鸡精。啊，真的太香，好吃我已经说腻了。最后撒点香菜，真的绝了，姐妹们！斩脚又是很下饭的一顿。接着来做手撕包菜，蒜末沾辣椒爆香，下包菜，翻炒至野烂，加点生抽，加点鸡精。这是一道油炸回鱼家常菜，试试呢，有点想家了。我的菜系好像都有点偏了，哈哈。米饭是冰箱里拿出来的，还是撒点黑芝麻，打包带走，再带一个丑桃，但是很白白了，姐妹们。